好，那一向哦，这个李鸿钧委员都会授权的 啊，他会都比较授权啊，对不对？啊，哎，是我啊，他说可以开始了啊。那么啊，我们现在就开始啊，整个啊，针对105年度附属单位预算啊，我们的这个营业会营业部分的一个超越这个协商啊。那么啊，我们105年度附属单位的预算啊，我们啊总提案数1606案。那么我们在第一次的临时会啊，处理了324案，所以我们现在还有1282案啊，这个有待处理。那么上个礼拜啊，拜托各党团能不能检讨一下啊，能够撤案还是做整合的啊？那么啊，经过了一个礼拜的检讨啊，我们撤了37案啊，所以现在还要处理1245案，其中啊，我们营业的部分剩余94案。财政的部分是30案，交通64案，非营业的部分啊，还有1151案啊，在8个委员会的总共的部分啊。那么啊，我们就开始进行啊整体的一个协商了啊。那在进行协商之前，我们介绍今天与会的啊各啊部会。中央部会的代表啊，啊，首先我们介绍我们的主计长啊，主计长啊，主计长每一次都有来啊，每一次都有来啊，朱主计长，好、啊，还有我们啊财政委员会啊，那其他的我们主计处相关的啊，我们的官员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哈，哦、啊。啊，不然一介绍就要1个小时啊！哈，那我们中央银行啊，杨副总裁杨金龙副总裁啊，谢谢啊，还有啊，中央印制厂陈总经理陈永辉总经理啊，还有中央啊造币厂黄厂长啊，啊黄厂长，那么财政部。啊，由我们的苏政务次长苏建龙，政务处长，好，谢谢啊，苏次长。台湾金控公司的詹总经理啊，詹总经理，谢谢啊。还有台银人寿公司的邱总经理，哦，哎，名单这边有哦，没有，没关系啊，没有关系啊，反正啊，这个等一下啊，啊，这个。来的话再通知一下就好。还有我们台银综合证券公司的林总经理，也、欸、没有来哦，啊？啊，在楼下，好好好。还有台湾土地银行的啊、林总经理，哦、啊，不，总经理高总经理啊，高总经理对啊，啊啊，这边的林董事长有没有来？好、啊，没有哈。啊好、哦，没有啊、哦，还有哦，台湾银行的魏总经理啊、哦，好好好，潘姐，我们这边太窄哦，没有位置可以坐。我们财政部印刷厂连厂长，好、哦、好，谢谢谢谢。烟酒公司的曾总经理，好、哦、好，谢谢谢。金管会黄副主任委员啊、哦，好，谢谢您啊、哦，请坐。中央存保公司林总经理，哦好，那交通委员会这个要一一介绍吗？不用，啊不用了啊，好，我们就到这里啊。那么啊，我们现在啊，大概啊，民进党、国民党、时代力量党团，那亲民党党团，他请我们可以先讨论啊，他可以啊这个啊授权处理啊。所以我们现在请议事人员宣读我们今天协商的讨论程序以及要决定的事项。
来，请宣读。宣读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营业集会营业部分朝野党团协商研讨项目。一、讨论程序。一、协商顺序为先行讨论通案决议，再依审查总报告所列各委员会营业部分集会营业部分之顺序讨论。就是啊，党团协商研讨的项目有哈，好来继续来。已协商过之单位及协商进行中新增之提案，原则不予处理。二、决定事项：一、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营业集会营业部分审查总报告所列未送宴会处理项目，除确有挚爱难行者，再协商。一、协商结论通过外，其已经照各委员会审查会议决议通过，自送宴会处理项目。协商有结论者，一、协商结论通过；协商未获结论者，交付表决，并依表决结果通过。二、各委员会审查结果协商结论，经因依通案决议办理，不再逐一依各单位协商结果续名。各单位经因切实依通案决议核实分别删减，为各委员会审查删减数，如以通案决议删减比例以各委员会审查删减数为准，未达通案决议删减比例，则增加减类不足之数。宣读完毕。好，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讨论的程序啊，跟我们等一下要进行啊决定的事项，各位党团有没有什么意见？好，来来来，柯总召。好来，哈，好来来来，廖总召，嘿。院长哈，来，我们今天这个刚宣读的部分呢、啊，对，多了几个字，新增了几个字。来来，你对，对对，这个所谓的集协商进行中新增之提案这个部分哈、啊，这新增的文字了。上次我们看的并没有这几个文字，这个倒没有什么关系，我只是要让院长知道，好，过去我们都是可以在临时提案的，在协商进行中都可以。可以，那我们就把这几个字删掉，好不好？那就 OK。好，我是说，我们今天这文字仅止于105年度，就今天所谈的这个部分可以。好，你不要到了106，你又给我拿这个话来说，哎，有不要可循，绝对不不要。好，所以我没问题，没问题。可以增加，但是现在是我们谈其他的。我们就对这个针对这个这今天只谈今天105。这105年的好，没有问题。好，这个好，先讲清楚。好，没有问题。OK。好，好，那这样的一个程序，我来。这个我刚才只要讲这个问题啊，增加这几个文字，协商进行中新增提案。既然要协商。当然，今天提出来，大家都可以并谈的、啊，都可以并谈。有的我们没有提到要删要的意见，我们也可以提啊，大家都可以提啊。这个协商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新增文字怎么跑出来，这样不好了啊，蛮那种。那想还想党行买供的嘛？有的我们当初没有提案，他现在我们要提案要删减他，要恢复要删减。当然，每一个党团都可以提出新的看法嘛。没问题。好。所以拿掉吗？当然要拿掉，这最，这个才是公平的啦。既然协商，当然是可以提出任何新的看法。就进行这一本有吗？大家有没有拿到这一本？好，都有哈。那我们就从。这个第一案啊，第一案中央银行啊，这个部中央银行的部分啊，这个
亲民党立法院党团他撤案，所以这样我们就撤案了哦。那第一个案，第一个案，对了，就看很快了。来，第一张就是隔夜第一张，亲民党立法院党团这里几个字，这里有没有？好、哦，那个亲民党撤案，好、哦，好，第二案他也撤案啊、哦。第二案是什么？嘿，他有撤案啊、哦。那第三案也撤案了啊、哦、啊、哦，这个。他撤案，他撤案。啊，对，撤案了。那第四案，第四案也撤案了啊、哦。第五案也撤了啊、哦。第六案也撤了。第七案也撤了啊、哦。好，现在是第八案，那个。要不要读一下来？宣读第八案，国民党团提案105年度台湾金融控股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金融保险收入预算数1615亿4714万3000元，原提高金融保险收入收1/10，金额是162亿元。宣读完毕。收入部分要增加了。重大没有。那增加九这个增加98亿5000万，这个中哈？这个哎、欸、那个在哪里？第七案撤案了。不，你哈在哪里？哦，所以这边又撤案了。第七案也撤了。这个案是跟那个哦 OK 好，来第八案哦，这个实在太复杂了。第八案是增加多少？162亿，那个对，跟好、哦、来说明一下，台湾金融嘿，跟院长跟我们报告，这一个啊、我们的这个收入结构里面哈、哦，利息结构大概占了大概860亿左右了哈、哦，嗯哼，然后保费大概是500多亿哈、哦，然后其他手续费那些大概250亿哈、哦，那这个既然已经到年底，而且今年哈、哦。在利息收入的方面，因为、欸、央行也适度的降息、喔、所以这一部分呢、欸，这个也没有办法再增加了、喔、那在保费的部分，现在本来我们以前卖的比较多的是趸缴型的，有没有印钞水？有有也有啊，现在卖分期卖的比较多，所以保费、欸、也没有办法再增了、喔、那手续费的部分其实是整个也是持平、喔、所以要我们增加是实际上是有困难跟。委员报告。可以增加多少？啊，因为现在。去年那个今年七八月。起码在一两年，稍微也要增加上来。对啊，跟。啊，你们到现在已经增加多少了？对啊，半年多，将近半年。一共才有。你们要给委员数字啊、哦，让他们参考啊。那到目前为止，差不多只增加2% 而已。多少？2%。多少亿啊？哦、2% 差不多，哦，没有哦，那，哎、欸、不，不是这个哎、欸，金融保险收入啊，我们的对金融保，我们这边的哈，因为是合并报表哈，所以我们是那个银行、保险跟证券哈合并编在一起，合并编在一起了，所以我刚才跟。欸、跟委员报告就是说，其实我们的保险今年不好、喔、还亏钱啦、喔、那银行的话，因为那个利差都那个、欸、那个央行降息之后，利息收入也减少了哈、喔。爸，你要跟委员讲，你是增加多少，还是你是亏损多少？你要讲啊！是，那你现在你嘿，这廖总召是要帮你的忙，赶快给你一个机会啊！你要赶快跟他讲啊！可不可以哦、喔？现在照盐列数哈、喔。我们原来估的这个就是诶1805亿这个，输了啊！你明年度要怎么样再来检讨好了？好，是，今天都要结束了。都是照1005亿啦。你有没有弄错啊？你今年编的是1615亿耶，那你说原列数是1805亿耶，这是到底是哪一个啊？这是105年哈，我们是1805亿啦哈。
那我们其实我们这个利息收入的部分，我们比103年哈、哦，大概多增加了大概100亿啊。那这一部分，好，来请廖总召，嘿。那个程序哈、哦，我觉得我们要再讨论一下那个哈、哦，姚明，你们这边有没有意见？我不知道，因为我们上次决议是说先行。我们自己整理嘛，哈，那我们就整理出了一个量，我们大概测101个，按到今天到现在为止，对，我们自己啊，我了解，测了101。然后第二个呢是请所有的行政单位要去说明，要去说明。但是我们没有讲到今天就实质进入开始逐条逐案来处理，没有。所以，那廖总召你说，而且都没有人来。提案的人如果他们也不在现场，我没有办法代表他们说啊可以撤案哦。我现在只处理已经同意撤案的，我们来处理了。你要提案人来啊、哦？东联那个提案人呐、啊，啊不然你们要说明一下有没有跟提案人讲过啊？他们没有接受嘛？没有接受就保留了。所有没有接受的，通通今天都要保留。这个厘清一下，厘清一下。我们这个。第七案的部分哈，我们有跟那个提案人报告，他同意撤案，也有书面在这个地方。哦，第八案呢？现在讲到第八案了。第八没有，第八案没有。先保留了，先保留。好，我们先处理那个已经，我们已经同意的先。第八案先保留。我们那第九案，那这样子第九案，这个。第九案也是要先保留了呢。对啊，照廖总照这么讲，第九案第九案我可不可以报告一下？好来，第九案就报告一下，报告一下说，第九案这个公保哦，其实我们是受委办的啦，那个钱哦是财政部跟前期部编给我们的哦，我们也没有权利来增加啦哦，它是依法这公家人员的保险的一个补助哦，是依法编列的，所以不是说要增加我们就能够增加。他要保险事故发生，他才能增加。对，他、啊、每一年依法，财政部跟前期部依照法律就是编这些给我们，所以我们就是这个数字就是定在那个地方啊。对，廖总召他说这个不是他的全责，他是编给他的，所以根本你要再增加70亿，那个是编给他的，也不是他要增加就可以增加。好，这个好，那我们就这个撤了啊。第九案撤。所以我就跟你们讲，廖总召是可以沟通的、啊，你们要准备资料，准备好了。哎，来第十案，来。第十案。第十案撤了，对，那好，第十案撤。好。11案，宣读11案，时代力量党团提案，台湾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历年奖金之决算数皆超出预算之编列，营业费用。业务费用项下的用人费用，其中奖金编列了18亿9532万元，提案冻结1/10，四项本院财政委员会提出改善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宣读完毕。这个有来沟通了。安娜，好那好，谢谢。好，这不然你来。改进报告还是要有了。好，书面的一些东西。好，改进报告，请这个台湾金融控股公司改进报告要提供给党团，财政委员会，可以了啊、哦，好啊，这个案子就撤，好来下一个。宣读12案，时代力量党团提案，台湾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国内旅费、大陆地区旅费及国外旅费大量超出固定编制预算数，其中业务费用项下的服务费用。旅运费编列了8505万2000元，提案冻结1/5，四项本院财政委员会提出专案改进报告后，经同意后使得动之，宣读完毕。这个由来沟通，我们撤。好，那我们这也撤了。一样就是报告。好，就跟刚才签一案一样了哈。好了，宣读13案，13案亲民党团有一个修正动议哦，台湾金融控股公司105年度营业外费用。财务成本科目编列了利息费用5亿460万元，横着以往实际借款利率，考量美国暂缓升息与中央银行利率调降政策，该公司长期债务利息费用允予酌减空间，原冻结业务外费用财务成本利息费用1亿5000万元，是台湾金控向立法院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宣读完毕。报告这个同意。好，同意，这同意了啊、哦。
好，门主通过哈。好，这个同意很好。来，再下一案。第十四案，民进党团提案，鉴于银行为特许行业，其业务拓展之空间需取决于自有资本适足是否是。资本适足是否与否，未解决台湾银行应面临资本适足率未达标准、业务拓增受限之问题，建请行政院在政府年度决算收支如获平衡之前提下，同意该行及台湾金控公司105年度决算盈余的免予缴库。宣读完毕。报告这个同意。好，那同意。好了，那同意都来。第十五案，亲民党团有提一个修正动议。经查，105年度台银原售之期初现金与约当现金仅93亿1742万余元，但其单年度保险赔款与给付高达493亿5667万余元，显见公司之财务资金存有重大流动性风险。原要求台银原售尽快研拟财务改善方案，并向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宣读完毕。这怎么样？报告这个也同意。好 ，OK， 哇，很好。来，再下一案。16案撤案。17案撤案。台湾银行人寿保险公司哦，今年有没有 EPS 啊？股利摊提吗？没有。要啊，对。去年呢赔多少？去年25亿。今年呢？大概也差不多了，20出头亿。股东不好都改选了。会，那个大概需要在你要增资吗？要，我们那个董事会已经通过了。RBC 不高、啊。是。利差损严重吗？利差损，大概每一年，如果是97年高一定利率的保单的话，一年大概要，25到30亿左右了。那亏在那个地方了。是。好、哦。对每一家保险公司都是一样的、啊。来，那我们那个前面那个案可不可以？16案。19加后面那一案，还有20案是有关那个 IPO 计划的三个案子，我一并宣读。19案，民进党团提案，台湾土地银行于105年度预算中规划办理现金增资暨首次公开发行 IPO 计划，为台湾土地银行兼具推动政府重要政策，现阶段申请上市恐生诸多疑虑，原土银 IPO 增资计划建请免予编列。后面一案是原审查总报告第3页第8案所保留的一个案子，是台湾土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IPO 计划。先看第一案，第一案的19案通过，后面就不必处理了嘛。对了，你说暂缓 IPO 嘛，这个是重大政策的，这要重新检讨啊。可以吗？苏市长，怎么样？跟院长报告这一部分，因为就是 IPO 的功能已经就是。我们现在有 IPO 计划吗？没有，现在已经没有了。要暂缓就好了。对。以前那是以前的，现在已经没有 IPO 的计划，没有这个通过，我没与编列，对，对啊，对啊，所以同意啊，好啊、哦，就同意了啊、哦，好，那这个是通过了啊、哦，就同意了啊、哦，那这个19案通过，后面的案子就。19页撤嘛，就撤了啦啊！20页撤了啦，22也撤了啦啊！23也撤，24撤，25撤，26撤哦！你们是有在努力哦，这值得肯定啊、哦！那现在到第几案？来27。宣读27案，时代力量党团提案，财政部印刷厂103年、104年地所编列之专业服务费，预算执行率仅约74%。应属宽列预算，专业服务费编列951万9000元，减列250万元。宣读完毕。可以吗？没有来说明。听众经理。好，今晚。啊。停供了。麦克风。你要按麦克风。哦。院长各位委员，我报告一下，就是我们在103年、104年，我们。大概都是在740万，
那今年因为我们105年看到就是我们的编列市委有多高，所以我们今年就降到是少掉50万，就951万。那目前我们执行的结果大概到今年年底可能要到790万。如果说你950万减掉250万，我们只有到700万。减掉100万可以吗？你们可以接受吗？减100万。好，那就减100。是。减了100万。减了100，好 ，OK。好，谢谢。减了100万。并结算了，好不好？好，并结算 ，OK。来。第28案，国民党团提案105年度台湾烟酒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成本预算627亿4960万元，有鉴于国家财政困窘，理应开源节流，原减三减营业成本45亿元，宣读完毕。这个跟那个跟院长报告，跟主席报告，跟委员各位委员报告一下。他那个103年的决算跟我们105年的决算是用这个方式去比对比，但是我们105年的营业收入比103年的营业收入高很多。如果说今天我们要我们这个营业收入要就多赚一点钱，可是却没有成本，没有让我们费用没有让我们增加，也就是说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就是说那个做原材料啦，或者是这个成本就相对要提高，是不是成本有办法解释出来？对了，这个是可以让我们这个能不能取消一下？春案如果给你45亿，你可以多赚多少了？我们就是说在营业收入上就已经比103年的营业收入上已经多了将近四五十亿了。那450亿里头有26亿是缴税的，要烟酒税捐的，有26亿是烟酒税捐的。所以这45亿删掉，对你的收入会有影响啊？对，很大的影响。营业成本呢？营业成本呢、啊？都不完了他。不完了，对了，都、就是不完了。你钱我都要做，我要做遐多，我一当做。这边成本的对了。七八就变七。啊，我。那应该是。第四个点有啦。郭董兄应该是可以增加他的盈余啦。啊，你给他这个，好、啊，营业成本是。营业成本就是增加盈余啦，可以增加盈余啦，不能好。潘呐。今年盈余多少？盈余的话，我们。去年啊。我去年80倍。啊，就是税前那个税后的，税前的是100多亿的、啊。今年可能多少？今年我们也很困难，也是差不多，一直也是在大概100税前了哈，就80亿。对，税后了，税后的话大概88亿嘛，我们去年是88亿，增加看能不能增加一半以上的利润拿，那不可能啊。对，怎么样？不对，今年结束了，你今年大概已经知道有多少可以减了。我们今年说实在到目前为止、哦，你可以减多少？就是说，你剩下2个月嘛，你可以减多少？你的成本，你他是要跟你减列45亿嘛？那你到现在有没有？你一定会稍微，你现在剩下2个月，对，剩下2个，但是我目前还有一些跟目标800亿啊的目标还有。嘛，他这个廖总召的意思是说，你不可能这2个月把过去。10个月全部都的原料，掉了，啊，因为你营业收这个成本呢，如果减掉，比方说1亿，我们营业收入要做10亿啊。对啊，对，你能够能收多少？800那是前面我爸们这样讲讲得了。对啦，对啦。对，我们现在目前都能收好追啦，营业成本，营业成本是能够减掉多少？你都减透啦，就是你们已经经营10个月了。我爸公公啊，记得。啊，快1000万块也在哦。好了，还总紧绷了啦。行啦，紧绷了啦。因为这样哦，今天烟酒业现在非常非常竞争的，非常非常，而且酒驾啦，又有烟害防治法，好啦，非常的竞争的。好了，廖总召，你说多少？你说了。我包不？2亿了。我最不高了，真的，这个2亿，我们。两亿的话，我们的这个税前净利要增加2亿，那增加2亿，我们营业收入要。提案人你都没有说服到。有，我们有跟他说了。他这后面已经有跟他讲了2次，一个是22。撤了，好了，撤了。我跟他提了。撤了。要回去要谢谢他了。纪念酒有没有多赚一点呐？谢，知道，我们。好，来下一个案子哈。
来，再来。29案，国民党团提案105年度台湾烟酒股份有限公司营业费用预算79亿0905万，减列12亿营业成本。12亿元。一样的啊。这个状况是跟刚才那一题的题目是一样的，是一样的。而且我们也已经跟那个委员啊亲自跑委员，后面都有注记啊，22号、24号，我们都亲自有跟他解释了。好了，国栋兄，这个没有意义了，这个已经营业10个月了，现在跟他减列12亿，哎。啊，我们说实在，我们一定会尽量去做了，而且都是缴库的嘛，比如这里头的。你这个成本都会讲，共产变化。李珊珊，珊珊有没有过头？好了，这 OK。31案，宣读31案。OK， 31。宣读31案，国民党团提案，台湾烟酒公司105年度。撤了。这一个，张立山已经讲好了。好，又撤了。李彦秀撤了。现在是张立善委员的。李彦秀。宣读32案。32案来。30案没撤。31案，先生三十一案有撤，32案没有撤吧？资料。31我读了，你谁？哦，30。李彦秀撤了吧？我现在谈31案。宣读31案，国民党团提案，台湾烟酒公司105年度预算制造费用、服务费用编列16亿0912万2000元。其中向下水电费、油电费、旅运费、印刷装订与广告费用，源于减列200万元。宣读完毕。200万也在乎了？会啦，那啊，好了，那就同意啦。啊，这个有时候委员有啊，你都好啊，要来再过来。宣读32案，国民党团提案，台湾烟酒公司105年度预算制造费用、服务费用之暂除包装代理及加工费。好了，可以了，好不好？可以啊，可以了哈，好，那个就同意了啊。33，宣读33案，国民党团提案，台湾烟酒公司105年度预算制造费用、材料及用品费编列12亿4445万2000元，为尊杰工厂减列600万元。宣读完毕。太多了。一亿二减6000啊？六百啦。啊，60万就好了。是不是可以60万呢？好了，好，你算，那就撤案了，太复杂就撤案了。这是制造费用了。阿姨都不按哪一款？我冇见。他怎么样？他怎么说？好。好。那委员的意思是说，在这委员会里头，在这协商会里头讨论一下，就这样子。他不坚持。他不坚持啊。好了，那就300。好了，300了。来，再下来。300万。34。十亿有没有通过？实力撤案。宣读35案，国民党团提案，台湾烟酒公司105年度预算行销费用、服务费用、水电费、油电费。重叠是撤案了。这是500啦。啊，撤案了。重叠。哦，这个重叠，这重叠，这撤案哈，重叠。36撤案。36也撤了啊。37。宣读37案，国民党团提案，台湾烟酒公司105年度预算编列行销费用、服务费用、印刷装订与广告费20亿9826万7000元，为尊杰工厂提案3减500万元。宣读完毕。有在吗？好，那就同意哈。500就好，就同意吧。好，来再来。宣读38案，国民党团提案，台湾烟酒公司105年度预算行销费用、服务费用。向下暂除包装代理及加工费与专业服务费预算2亿5975万4000元，提案减列600万元。宣读完毕。300好了。好 ，OK， 300。好了。好，300。好，谢谢委员。好。他跟你谢谢的啊，你说好。300还在。好。下一案是撤案了啊。好。在40也撤案，42也撤案。43撤案，再来过来是43案，40几，
其好，四十三，四十三，来。尽管会换人了、啊。四十三撤案吗？他是撤案。啊，那个呢？四十四，台湾烟酒的来。宣读四十四案，国民党团提案，中央存保。结束了。中央存保。中央存款保险股份有限公司105年度预算营业费用项下业务费用预算金额8,08,85,900元，冻结30%，待提出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宣读完毕。业务费用已经剩下一个月，已经冻结30%的部来，现在还有那个。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主管中央存保保险股有限公司啊，惠宏泰委员提案冻结30%。这个我讲一下哈。好，来，等一下。年度要结束，冻结30%，不要了，就提书面报告好，赶紧书面报告。我想啊，好，来来说明一下。这个我们沟通过，主要是因为。对，因为主要是因为金融营业税从2%增到5%，所以我们增加的费用就支出来，所以他，我了解一下，了解一下，对，问他怎么样？我，你要尊重他。是，我没有跟他说明。会员怎么讲？他不敢对我们提案撤案，因为整个过程中。等一下，等一下，你让廖总召了解一下啦，是，哦，尊重一下。哎，这个，尊宝，这个什么呢？什么保留了？再保好保留保留，没关系了，保留你们。好，这个中央存保再沟通一下，再沟通一下。是，好，是，好，来再下一案。宣读45案，国民党团提案，中央存保105年度预算用人费用超时工作报酬编列1,274,200元，均于超时工作报酬历年决算数均未预。不要了，这案好了。好，撤案了，撤案了，正远撤案，好 ，OK。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让他砍缝一下。好，来下一案。宣读46案，时代力量党团提案，有鉴于国家财政困窘，中央存款保险公司服务费用、业务费用中服务费用之印刷装订及广告费用编列3,303万，减列2,385万元，宣读完毕。来，没有来沟通应该没问题吧？对啊，你们为什么没有去沟通？说明一下，有这个我们有说明，那你跟谁说明？因为有。跟谁？我们现在先不管了，你简列这个应该没问题。我去沟通。2,300。我们现在公司，我们现在已经执行了2,185万，然后我们有同意，已经不再支用了。就是，对，我们不再自用，就是已经花了2,185万，然后我们已经不再自用了。那你们为什么不去说明呢、啊？有，我们说明，但是不再反对。不，你们有没有去党团说明呢、啊？是，有跟谁说明呢、啊？3,300万了、哦、对，买了，好，对啊，我们就不再自用了，对。不再广告，是，可以删多少？1,000。好，但是删1,000万。好来，下一案。宣读47案，国民党团提案，中央存保股份有限公司105年度一般行政管理计划服务费用印刷装订广告费用3,475万元。卓山印刷广定广告费347,000元。3,000万，这个34万就不必了吧。3,475万，然后减34万，这样子。好，减产那个三千万，弄三万项，总共一个项目嘛。不啦，一不是啦，不同啦。啊，广告费用啊？怎么样啦？对不起，刚刚那个案子人我算错，应该46万，应该是200万。对不起，因为我算错。不，你现在是哪一个案子？46万。都是刚才那个1,000万那个。对，我刚讲那个。我刚刚讲太多了，你花到剩200万了、啊、对，应该这么讲啦、啊，剩200万，剩200万。好啦，有没有？那就给他200万了、哦、好啦，以后先来沟通一下好不好？哎呦，这个上个礼拜就要你们赶快去沟通啊，你们连这个这么小的现场又搞不清楚啊。是啊，你们都不会，嘿。好，两百万，是好。那47案就
涉案嘛，那前面一样，差不多一样的嘛，他才三十四万而已嘛。那下一案呢？47案呢？四千案嘛，同意30万。政委员这边有30万，他这个写好，那就30万了，不要紧，那都协调好就算了啦，协调好就算了。好了，政委员协调好就好了。来下一案撤案了啊、哦。对，再下一案。宣读49案，国民党团提案，中央存保股份有限公司105年度预算服务费用专业服务费编列1802万4000元，删减服务费用专业服务费科目。926000元，宣读完毕。有没有沟通？3减50万。啊，来，那减50万，好。好对啦，你们就是要这样子才。还没念以前先讲出来了。天哪、啊，好。好，再来，撤案了啊、哦。撤了。再撤案，来，再过来。时代力量的宣读51案，时代力量党团提案，业务费用、服务费用编列向下公共关系费358万3000元，减列170万4000元，宣读完毕。这个我们是执行的280万，那因为这个费用当时在列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就350好了，350万了，因为花了280了嘛，是350。不是的，这个徐委员，你们要去说明嘛，你们不说明，人家不晓得，你要说明，是，对啊，就比较快了，对吗？你。来，今晚来哈。我们有。好了，你要找到委员本人啦、啊，哈。对，我们这里有。我们有拜会党团，然后党团的说明里面，在这方面。好了，你们现在可以删多少？快一点。20万。20万。啊，好，一口价，好好。20万。二了，好了，20万了。好，是。不啦，这个各单位啊、哦，今天没有处理完竣的啊、哦。赶快都要去沟通了。好，这边完了啊、哦。这个第八案，八个地址。廖委员，我们有保留两个案呐啊。第八还有。保留两个案，要不要现在再来讨论一下了？那个都没有那么重要到要保留，我们完之后我们就一边进行了。好 ，OK， 好，第二人，来，买了，他3点半他就要离开了，你。要走了嘞。啊，你们假混的讲。没有。
好，文中到了哦，赶快请两位总召进来。怎么啦？廖总召三点半有事情呢、啊，啊，所以交通部看能不能把它处理完呢、啊？好、哦。好，我们先介绍啊，与会的我们的今天来的我们政府的我们的一些我们的长官呐、啊、官员，交通部王政务次长王国才王次长啊，谢谢你啊啊各啊那啊洪处长洪一芬啊，好好，那中华邮政。我们的陈总经理，好，谢谢谢谢。那个台湾铁路管理局陆局长呢？啊，陆局长。我是中副局长。啊？中副局长。哦哦，是是是，中，所以是副局长代表了啊、哦。好，中副局长啊、哦，好来。那么。我们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啊，吴董事长，好，吴董事长啊、哦，好，吴董事长。那么桃园国际机场啊、有限公司含桃园机场保全股有限公司肖总经理，肖总经理呢？啊，赶快请他进来。请进来啊，可能会跑到他哦。赶快进来，不然三秒钟那个门就关了哦。嗯。阿伯，阿伯，怎么都没开戏呢？好，来，那么我们交通部主管，来，先从来请第一案，中华邮政。中华邮政，这个李委员同意撤案。好，陈委员同意撤案。廖总召。啊？陈委员同意撤案。你讲哪？哦，我等一下哦。哦，好好，那打，那接个电话，等他回来哦。等他回来，别等他回来。哎，个三点半，我们走嘞，打。伊三点半有代志啊。没有，这个部分，这个本来是五亿嘛，那就已经沟通了，就沟通了，就是。要猛力的总召我，有一些是民进党的，就先处理吧，因为他们行政单位在这边呢、啊，不涉及的。啊，没有。
不会是讲民进党的啊，民进党的，民进党有一些书面报告就过了。
都可以测是吧？没有，他说要等一下帮我们一个数字。什么数字？不然你们就讲出来，你要跟那个总召，就国民党总召说可以，啊，我们就可以。你们听什么？你们中级的数字，他说二八一类，二位，还在，没有人呐、啊，怎么奇怪？怎么他们两个怎么突然又不见了？哎，奇怪，赵东平。协商结论要财政部主管的协商结论要赶快出来。修正的等一下就予以分定到协商结论的下面这样子。对啊。啊，其他的案就照这个上面。对啊。4149。好，来来来，你讲一下，来，我们给柯总召讲一下。啊，徐有明委员，啊，赶快通知一下啊、哦。好来，好来，来过来。我刚才我这样是两岸嘛，一个台英的嘛，哈、哦。对。那台英同意2亿嘛？那台啊？同意了。同意两亿。来，那个财委会呢？财委会那个案子呢？啊，另外一案呢？魏宏泰一案哦。第八案，还有一个惠宏泰的案子，第八案，那个廖总召说两亿的，他也同意增加两亿啊，第八案两亿哈，惠宏泰委员那一案，我廖总召一案哦，我交管好了。保留了，保留另定期处理，协商处理了，好不好？保留一案，二，那这个就这样子处理。一案了哈。来，现在进行交通。增加两亿，最高啊。可以了哈。哦，好。好，那惠宏泰委员，那个也赶快沟通一下哈。惠宏泰是哪个单位？纯宝。好。纯宝是谁？那我们跟他主任讲说。OK， 好。好，他要撤案是吧？好，没有，没有关系，等他坚持，他坚持。好，没关系，那个另外定期处理。他们再组好沟通了。好，来，我们进行。那院长，我再表达一下哈，因为来，我再一次的说明这个今天的程序嘛哈。好，我们原来被授权的就是已经处理的，我们来处理掉。好，已经同意撤案的，我们来处理掉。好，那其他的给他保留了。好了，剩下20分钟了，剩下15分钟了。没关系，那我们就交通的也来练一遍嘛。OK， 好来，那个第一案来交通的。第一案是陈委员同一车案。好，同一车案，那我们就撤啊。好，来第二案。第二案同意3减1000万元。好，减列1000万。同意1000万。就是同意他的提案嘛。是。就通过了啊。第三案，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是同一个案子。哦，三四五六同一个案子。那李彦秀委员他同意啊，这个提书面报告。那么林委员、陈委员、吴委员呢、啊，他依党团意见。好。
我们提书面好不好？就给他减一百嘛。第五案是减一百吗？不是，三四三至六是同一案呐、啊。冻结五分之一，我们提书面好不好？五分之一怎么减？没有时间再来排铁东案了，叫我陈公公了，好不好？提书面好不好？因为已经到年底了。你还可以减多少？你说说看。五十万好不好？50万。好了好了好了，就五十万了。那就五十好。好。三四五一样，来第六案。三四五六，六也是一样。六也一样，就是五十了啊。第七案。第七案已经同意撤案。好，第七案撤案。我们撤吗？没有。啊，等一下。妈，等一下，等一下，这个要了。案念一下。第七案跟他们。七八九都是一样的案。不是不是，七八九是谁？提案人是谁？李彦秀跟吴志阳。提七是李彦秀。那呢？第七案呢？党团没有收到他的撤案的那个哦。这个他口头已经同意撤案，口头不算呐，口头不算呐，因为这是四年的计划哈，已经发包了，发包要必须要付款，不然就违约了。阿丽啊，那总共预计要多少？是新增计划冻结，冻结。哎，这是四年计划了，延续性计划了，延续性的三六千万。第七案是最后一年。总共多少钱啊？十二亿是吧？一亿九千多万。哦，只剩下一亿九千多万了、啊。李委员有说要撤案吗？有。那我们现在处理一下，好不好？先撤案了哦，那你们再砍缝一下了，好不好？好不好？好，先保留了哦，赶快。没有，他是最后一年嘛，现在已经快要结束，一亿九千多嘛，你要怎么冻结一亿呢？动啊，要删除六千万呢、啊，那这个没有办法执行的。这一千万印花都有，已经用了，用多少？是不是？不然就违约了。啊？按摩的违约了。有签约的吧？有。八九是一样的吗？四年执行的计划。这个是第七哈。那第七不一样。冻结一千万，改书面报告了。好，改书面报告。对。冻结一千万了、啊，因为只说年度快结束了。才一九而已。冻结一千万，我们提书面报告。好。冻结啊。冻结。我。你能够删多少？你们给提供给廖委员做参考，廖总召。今麦够快就好了。两百万好不好？三百。好了。三百。三百。三百好了。不是，他现在是没有执行了。用了，因为是四年的计划，最后一年了。好了，沙巴了，沙巴了。院长，我讲的很简单，你们发包了还剩多少，就把它删掉就好了。对不对？这个合理了，就是你还剩多少，我考量就给他。大概五百万以内啊。好，那就五百。好了，五百。好了，那就五百。哈，减内五百。董事长啊。哎，总经理。你是总经理。是。好。所以现在贵姓啊？陈。当个奖，当个奖。翁文琪。这样没听见。翁文琪。啊。林当诶。新加坡诶。林当诶啦。好，来第八九哦，八九两案是一样的案子啊。是。同一个案吗？一个是李彦秀委员，一个是吴志阳委员，八九。一个三组。已经口头已经同意撤案。好。我们没有看到他的书面呢。口头声明等同书面声明了。那法律上就这样啊。有没有今晚很乖，好不？这个也是已经都发包了，一样的案子。自动化。减两百万好不好？一个是冻结，有一个是冻结啦。第八案呢？八九是一样的案子啦。是删除。八案删除多少？删除三亿。吼吼。全部，然后保留一千。他总共还是这样子总。总预算是三亿六千八百一十啊，三减三亿四千四百四十六万呐、啊。发包了没有？发包了，发包了，已经发包了。开启了、啊。是。延续性的啊。是。对。要把那尾数删掉，四百四十六万五千删掉就好了。三亿四啊。好，同意。发包多少？对。
现在追加预算。发包以后就一月再执行。也艺术的，有你花包多少，还有剩余多少了？这个预算呢？大概400万。是是，这个说是真。这个跟委员报告好，我的印象这样了。现在你说叫我讲一个非常具体的，因为手边啊，事后书面来补好不好？不是，你现在就要决定要减列多少，你要赶快讲。我刚才讲400万。妈呀，446万5000呐，我也说删掉了。是，懂了。这个时候延续性计划了，自动化了，他们已经没有竞争力了，再不自动化还斗了。是。哎，中华邮政怎么？中华邮政呢？他无人会去啊，来做广告嘞。你们能够容忍多少啦？跟廖总召讲一下。就是、不要再保留很麻烦了、啊。四百，446，刚才讲的446，好，500啦，廖总召，500啦，减内500啦，好啦，那就500啦。好 ，OK。麦哥为了一个，好阿弟，啊，哎呀，麦哥保留了，这延续计划。啊，你有跟李彦秀委员沟通过没有？啊，李彦秀委员的态度呢？他同意撤案。同意撤案呐、啊，同意撤案，我们就可保留。嘿啦，以后你们要取得他书面的签字啦，好不好？好啦，500万啦，这一个案子哦，已经花包了，反正花包结余也是要缴库啦，都一样啦。我们减内500万，他反正纵然是1000万，500万还是要缴库哦，是不是一样？哎，那要并结算处理。那第九案我们就撤案了啊、哦，因为这两个是一样的案子啦。好，第九案我们就撤案。好，第八就500啊。3500。下不为例。好，下不为例。啊，我听到不？以后要取得那个啊、哦。好，那第九案撤案，第十案呢、啊？第十案是同意撤案。同意撤好。十一案。那只是书面报告啦，书面报告比较没有。这下不为例，是明年度的啦，不是这个案子倒是可以跟委员报告哈。这个案子啊，我们有结余款啦，有结余款有5000万，我们可以删除。好，那就那就减列5000万了。这也是延续性的吗？是。好。财政部谁好要赶快给他们签名，我等一下要现在就。廖总说，十案哈，他已经很怎么样？真的讲说5000万了。他说可以。已经很大了。他说他有剩余5000万，就减列5000万了。好了，应该是蛮有诚意的啊。好。Okay、好，那就5000万啊、哦，就以你们11案来。11案同意提书面。好，那这个就通过了哦，同意了哦。来十二案，十二案我们邮政这边配合办理，好，就配合办理啊、哦，这个就好、哦，这个没有问题了哈、哦。啊，十二案就配合办理了啊，就是通过了啊，通过这个案子啊。决议案。然后中华邮政有一个决议案呐啊、哦，有几个决议案。中伟，好来，好来，
决议案来念一下来。第十三案，国民党团提案，请中华邮政股份有限公司针对电子商务竞争力通盘检讨，并于一个月内向立法院交通委员提出专案报告。宣读完毕。这有没有问题？提出书面报告好不好？好不好？好、哦，剩下一个多月而已。对，书面要看哦。总召，这个书面报告应该可以吧？这个跟预算无关。好，那这个就提书面报告。来，下来一个。台湾铁路管理局。哦，现在被哦到铁路管理局了。好，来。是。来，副局长。第十四案到第十八案哦，都是理运会啦，哈、哦。对。都是理运会一并讨论。那这个十五、十六、十七已经撤案了。十五、十六、十七已经撤，剩下十五、十六、十七、十四跟十八。那十八案我们跟政委员哈、哦、已经跟他沟通过、哦，他是说同意啊、哦。冻结五分之一，向交通委员会提书面报告或动资，这样子。我买啊，剩一个月，我看你也买啊啦。现在剩一个月啊，你个五分之一通冻。对啦，剩下一个多月。我是跟他跟那个委员是这么沟通了哈、喔，那当然这个部分是不是十分之一好了啦？十分之一。我是把事实、那個。他是这样讲啊，那剩一个月啊，你啊，有没有结束了？那个。乖，这是我们的提案呐、啊，这个哪个？十四啊，一个月内向立法院提出书面报告，是吧？十四案吗？现在讲十四案，十八。哦，十四案呢？十四到十八案。哦，林委员呢、啊？十五、十六、十七撤案。好，十五十，好，现在是十四案呢、啊。不然呢？等下十四案开始讲好不好？啊，就十四案，你话讲十四案。来。十四案了。十四案他是那个林委员，林会的林德虎委员，没有跟他沟通过了、哦、啊，为什么不跟他沟通？因为他没哦，他不沟通啊，我们不是不跟他沟通了、哦、是他不愿意跟我们沟通了。好，那十四案就先保留了哈，好不好？但是十四跟十八是通通是一样的。八十五、十六、十八是谁？十四、十八是郑天才政委员的哈，我们也是跟他沟通过，就是我刚才啊跟大家报告了，就是冻结五分之一，然后跟交通委员会提书面报告后动资这样子。动啊，你们同意吗？我们同意，所以说建议是不是十四到十八的话就。比较十八的方式来处理。一件吼，这十四案开始吼，简略吼，1300万，即马剩十四甲十八，剩的拢撤案了啦。十四，其他都撤案，五四、五十六、十七都撤案了啦。这样子剩十四、十八。对。啊？好。怎么样？啊？不是。不是，他赞成十八案，他支持十八案哦。啊，现在是十四案那个简略那个太多了啦，哈、哦。嘿，他是觉得简冻结五分之一再做书面报告，就是郑委员的提案，他支持啊。现在是林委员的前面的三检呐、啊，十四案呐、啊，十八案是冻结，他们两个是一个案子啦，一个是冻结，一个是简略，那现在是要冻结还是要简略这样子啦？因为两个案子是同一个案子啦。啊，铁路局是的意思，就是讲你冻结没有关系啦。哦、啊，我们来做报告了，啊，不要简略了。书面报告这样无，对了，无用无讲啊。啊，无用无讲的嘛，大家要白了。院长，我的时间到了。还有五分钟了，你什么时间到？还有路程走路。你说三十分才要离开，你总是要把交通把它搞完嘛，不然那么多，怎么可能处理完？啊，不然铁路局也要把它搞完了、啊，不然你留铁路。到二十，就到二十。好了，铁路局把它处理好了。那干脆也这样好了啦。好了，给它保留了。保留就是冻结提书面报告吧。
弄给十分之一，剩下一个月而已啊。对，提书面报告吧，这样合理啊。Hello， 讲一下，牵扯到你们花莲的车票，你不知道？车票要简单了、啊。哎，保留了，保留好了。不是、啊，跟各位委员报告，我们这个旅运费啊，几年来都一直没有增加了。没有增加。那业务量一直在增加了，所以你们没有服务好嘛？啊、提案，委员才会提案呢、啊。行李行后，我们就不会服务好了。不会了。请各位委员能够都不应酬了、嗯。我们这样子好不好？不，我不能减一百万了。减一百万，他既然这样子提了，就很简单的，就尊重林委员，我们就减一百万。郑天才委员呐、啊，啊，郑天才委员呐、啊。还有，他们两案是一案，是同一个案子啦。同一个案呢、啊？对，他们是同一个科目啊，是。对对。一个是减略一百万呐、啊，然后。减略之后的五分之一，就不要了。你们就来说明啦，还是十分之一啦，来做啊书面的一个报告啦，好不好？好，你就减略一百万，然后减略之后的十分之一来做书面报告啦。是啊，那这样好不好？这样两个都兼顾了嘛。再讲一次，就是前面减略一百万嘛，嗯，然后减略之后的十分之一。提书面报告嘛，就是郑委员嘛，啊，冻结，然后提书面报告嘛，就是郑委员的案子嘛。你们要把这个服务事项哈讲个清楚，怎么样对东部的旅客？对啦对啦，好、哦，好不好？这两个案子就这么处理啦。我们很关注这个案呢、啊。好、哦，好，报告写清楚，然后特别对台东花莲比较偏远的委员要讲清楚啦。是好安、啊、好，好不好？好，好，这两个案子就这么处理了哈。好，来下一个十九。接下来十九、二十、二十一是同样一个案子啊，专利。十九、二十、二十一。三个案子是同样一个简略案了、啊。对，那二十、二十一我们已经取得这个委员的同意啊，撤案了。那十九呢？十九是那个林委员，我们跟他沟通，他是同意哈，预算不删减，冻结两百万，啊，提跟交通委员会提书面报告后动之，好，那就删减两百万，然后啊，冻结两百万，然后提书面报告。我没有看到。啊，有没有？你要给廖总召，这个有，在那给要给他们呐、啊。第二十二有了，留着没有用，你要给。没有了。哎呦，你要给大家公的吼，赶快给廖总召看。有要赶快给。减两百，动两百。没有没有。没有减了，就是动两百。动两百万。动两百。动两百。加书面。哦，好，那就这样子了啊。哦好，既然有签的就这样子了啊、哦！没有没有没有啊！没有签，那个不是有签吗？李彦秀这个案有签，二十案我们 OK， 二十案 OK， 那十九案呢？十九案有没有？十九案就是冻，就是冻结，冻结两百啊！你们没有跟林维洲委员讲好啊？这个沟通有沟通好，有沟通啊！啊，有就是有通才有两百万的冻结的数目啊。我没有来，我没有看到他的同一次案子。谁啊？因为你们是在路上讲的，真不算了、啊，一定要在办公室讲。路上讲。对，就是这样，才会有天空讲可以啦。啊？我们是确实有沟通，就是他同意这样子，我才会。才敢来这里，讲话算话的，黑啦黑啦。我们看他是老实人呐、啊。好了，冻结两百万呐、啊。就这么的，就这么的。好，不然来。我算一下，我算一下。好，你算一下。预算差预算三四千万。二十一。六千万。十九、二十、二一三个。二一三。这个院长，你看他的这个案由写那么长，是一定有他的道理的。他那个，他不是随便看数目就故意提这个删减，不是。那个念一遍看看，念一下整个案由了。第十九案。对。案由抄以前民进党提的案的。没有声音。不，你要按再按。还是没有声音。哦，有了。台铁局一百零五年度预算编列专业服务费2亿6103万6000元。
建议减列1亿元。第十九案，全部啦，提案那么写了十行，你只念一行，全部念完了，我听听看。较104年度预算数减少474万1000元，较103年度决算数增加90103万6000元。经查台铁局专业服务费至103年度起，预算编列大幅增加，超过2亿6000万元。观察近3年实际执行情形，103年度执行率80%外，其余2年度执行率均低于80%，预决算数超过2000万元，其中103年度更高达9688万5000元。预算仍有宽列，台铁局所编列的专业服务费项目包括法律事务费、工程及管理咨询服务费、讲课终点及稿费、委托调查研究费、委托检验试验费、教育训练费、电脑软体服务费与保警及保全费用。分析106年度及103年度专业服务费执行率低于80%的原因，主要是工程管理咨询服务费与委托调查研究费执行率未达40%所致。其中可规划性预期委托调查研究费预算编列数仅次于保警及保全费用，占106年度、103年度专业服务费31.51%及34.63%，三年为期执行率均30%，与预决算差高达3991万3000元及6395万9000元。综上，决议3减1亿元。宣读完毕。那个差距这么大，跟言之有理啊。这个是会用每年都有每年，我们就上年度已经哈决算数是1亿9900多万了哈，就将近2亿了。那今年是编了2亿6000万，就差6000万了。但是这里面呢，最主要就是平交到的保全人员的费用，这个2亿6里面呢，几乎一半1亿1700多万哈，都是平交到的保全的这个聘请保全的这个费用了。这个部分，那当然有节省的部分，就是最主要的就是委托啊，这个规划设计，像我们资产活化，有时候因为进度。的关系啊，有时候，年度结束还没有办法支付，我们就不支付，不可能说哦去预付这个钱了。这样子的啊，你现在这个预算是编列2亿6103万嘛啊、哦？那现在剩下2个月，你能够执行多少？你能够减列多少？你就跟廖总召讲一下嘛。这个大概你们要心理上，你现在省下也没有用了啦，剩下2个月执行不了啦。是不是？我问会计师，差不多可以减列1000万。好啦，那就减列1000万啦，好不好？好，就这个要我们现在在处理预算哦，哦，这个剩下2个月你能够执行，好啊，你留着也没有用啊，还不是缴库，啊，要减列好。我的时间超过了。好，那就减列1000万。好 ，OK。晚上请我吃饭。哎、欸、啊，后面呢？总召啊，约下次时间呐、啊，下次时间呐、啊。我来跟你协调，我来跟你协调，然后再找秘书长跟你协调。好，好，谢谢。好，我们这个啊，我们的会就到这了啊，我们会继续协商啊，看能不能在这里就好，不要这儿了。啊，这里啦，不是这儿。啊，到这里啊，好，我们再散会哈，好。你们那个没有，还没有审查通过的哦，拜托赶快去再沟通，都可以沟通啦，只要你们沟通，那最好是有书面的啊，好。